民主党现在处于一个危机当中，他们所有议题上面都在被呛，其中选举看起来非常不乐观。这个是我今年年初就预告会发生的事情。COVID-19 is back！ 噔噔噔。Currently, many Americans are under-vaccinated, meaning they are not up to date on their COVID-19 vaccines. Not all people over the age of 50 have received their first booster dose. Of those who received their first booster dose, only 28% of those over 50 have received a second booster dose. And of those over the age of 65, only 34% have received their second booster dose.So my message right now is very simple. It's essential that these Americans, as Dr. Shah said, get their second booster shot right away. 根据世界的明灯，健康的未来的组织 CDC， 你应该要马上去打第四针，因为你只要打了之后就不会得病，也不会传染，也不会散播的加强针。就算这个疫苗已经证明了疫苗好像没有任何作用，打了之后还是会得，打了之后还是会感染，打或没打都要隔离。当然，有一些有脑的人会知道，骗我一次没关系，我错了，我不该相信你。骗我两次、三次、四次，两年了，或许脑残的就是我自己。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这种思考逻辑的能力的话，我们的崇高至上的左派教宗 Dr. Fauci 有话要对你说，闭上你的嘴。So it needs to be taken seriously. Everybody wants to put this pandemic behind us.And feel and hope that it doesn't exist. It does. Stop hoping, OK? 不要有希望。这个人是真心诚意的告诉你，不要有希望，你就接受这个病吧。因为这个神经病，还有 CDC 的总裁，还有拜登都已经知道，人们已经看穿他们胡扯两年的新冠肺炎了。不是所有人都跟台湾人一样无知的什么都听政府，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上海人一样被政府关在集中营还高举共产主义。好，美国人已经看出来了，整个 COVID-19 只是他们用来夺取人民权利的方式。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年初的时候就知道，选举到了，民主党就会又开始炒冷饭。 COVID-19 是他们唯一一个好像还没有完全完败的议题，虽然在拜登的政权内死亡的人数比川普执政内死亡人数同时间比高出了20万，但是这个是唯一的议题，他们是可以随便修改选举法，所以新冠肺炎会在选举之前再度窜起，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拜登的民调实在是太可怜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民调显示，只有 26% 的民主党的人想要重新让拜登继续选2024年，这表示现在的民主党总统在自己的政党里面只有1/4的人支持他。64% 的民主党人认为有需要其他的民主党政客出来选，然后10% 的民主党人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吧。另一个民主党攻击的方式就是闹了两年的闹剧，1月6日的调查委员会，他们以为这个会分裂共和党，让共和党彼此攻击，因为共和党大部分的人是跟我一样爱好和平，追求事实，不相信阴谋论，只有少部分的是什么 Q 啊、光明会啊、甘乃迪的儿子还活着要回来王子复仇的。他们用这样的方法闹了两年，对共和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影响。去年10月的时候，共和党人支持川普2024再出来选的人是67%，现在是66%。川普是他们花了两年的攻击对象，删除他的推特账号，封锁他，把他踢出整个美国政治系统，结果只少了1%。他如果现在要参加提名的话，他一定会是共和党的代表。我很喜欢 Ron DeSantis， 我觉得他某层面会比川普好很多，但是目前的民调比起来，他跟川普根本就是没办法比。这表示民主党这两年做的事情，不但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在打脸自己。